就是我给你讲讲这套设备啊，这套设备实际上就是属于蒸馏设备，是我们的一条小的生产线了。你们来自从这地方开始看啊，这是套毛，那是途径套毛，这个是剧本，我就握着套毛，这个是，到这里我刀子拿，下来以后呢就不知道流水线了啊。在这个位置有一条生产线，再啥好了，很好了，写，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说，到这横断口进来，进来以后呢转这一圈。 横这里边哈，可以看一下啊。从这里边绕，从这个轨道里边转，哗，从那头进，从这头哗的转一圈出去。出去以后呢，这就套好了。出去以后呢，从这个地方，到这儿，哎，到这儿，然后先打下头和脖子，因为它套毛的时候是挂在脑，挂在爪，然后从这地方挂着，然后呢往下走，脑袋呢，从脑袋和脖子从这地方走一圈，走一圈，走到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有一个自动脱钩器，啊，自动脱钩器，掉到这里边来。 到这里边来就完成这个脱毛了，到那头就脱干净了。这一条整个，这是一条完整的生产线，基本上这条小的生产线呢，咱们的一个小柜，五米八的一个小柜就装了，啊，就上次我上咱们那个上咱们公司那会儿去给咱讲那个就是这条生产线，用五米八的柜，单个大设备，然后加上加这么一条小的这个流水线配起来，刚刚好一套，可以配，掏到的话它只是一个生产线，不是说是你什么设备。 没有设备啊，这个配置应该咱们这个说明当中有啊。那个套路一般情况的话，那个套路就是长5米8，然后呢宽是1米，高是2米1，它的配置的话就比较简单，它的配置就是三个有两部分的灯翼。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可以看这个，这个地方呢是提起，然后这个水的从这地方提起来，凸起来，从里面冲到水，从外面冲。 开水的这个地方是挂着，上面有个挂轮，挂上以后呢，这个脚的位置正好那个犄角正好在这个位置上，把那个水呢拍上来以后呢，把那个脚烫一下，正好呢那个水呢还拍下来，把那个鸡架在一起，因为水是有浮力的嘛，如果说这个鸡在里边，如果说没有它的压，那么说它会飘起来，飘起来以后呢这个往前走的时候就把它脱钩了，所以呢这个情况往下水还有作用就是把它压住，不要让它钩鸡掉到池子里边，掉到池子里边就捞不起来就废了，啊，这是个是提水啊这个啊。 再就是这个也是这里边也有个鼓风机，就是这个鼓风机，它的作用也是这个是接这儿吗？接这儿，对，接这儿，这个是蒸汽，蒸汽，那是蒸汽啊。咱没接水，那是蒸汽。这个鼓风机的作用也是和那个一样的，也是把那个鸡啊从它的从下边往上从这个位置上往上鼓风，把那个风呢吹起来以后呢，那个鸡身上的毛全部都把它吹开了，和席子席就是，用吹风机这样吹起来，吹起来以后呢，那个水呢热水都透了，透了以后呢那个。 那个套毛就套的干净，那个透匀均匀，套的均匀以后呢，它才能套毛套的干净，啊，就套好了，那么着后边这个这些东西就能完成了，啊，这就这个就比较简单。像我们这个设备呢，配置啊，这里边这个这里边这个部分啊，这个构板是2米2毫米半的，包括这个部分都是不锈钢的，都是不锈钢制作的啊。 这个地方是铁的，因为呢，它这个从往上提水的时候，它是有震动，很大的一个震动，就是嘎，那个震动非常响声。你如果说用不锈钢的，很快就碎了，铁的话它比较软，比较软，它的粘度比较大，所以呢它不会破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尸体，这个尸体的话，一般情况我们杀鸡的尸体，一般情况，就是用那种深度是800米，就是86毫米，就是86厘米，然后呢宽度是1米啊，这是杀鸡，杀鸭的时候呢要筛，身上10厘米。 啊，它的板材厚度是2毫米的，像这些情况呢，都是1.2的，这些情况都是1.2毫米的，1.2毫米的，201不锈钢。我们通常做的都是201不锈钢的，没有特殊要求就是给它做201不锈钢的。啊，像有些那个客户他比较单独的要求的话呢。